一以后呢，大声的说耶哦，再一次真的要开始哦。那小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把我们的手举起来，好，准备倒数了，我看谁最大声，预备，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耶！全都是一些卖不出去的发明。
这是我最后的薪水。啊，拉托。虽然可能有点少，但多少还是可以补贴一点。你们就拿去用吧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啊？这个是糖果吧？啊？怎么会是糖果？可恶！不对，你这家伙！谢谢大家。啊，天长工程师，好久不见啦，各位。我知道他的名字叫波波。波波是真亮车的名字吗？是啊，我从以前呐、就叫他波波了。原来你叫波波啊，波波，快告诉我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你看过的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故事？哦，他是说。零度赛道乐园的跑道是最棒的哟。他还说他在天上飞过耶。波波好厉害哦！比比呢，绝对会把波波救回来。那我也来帮忙。太好了，那大家就来凑齐30万托起，把波波救回来。我们就从这些猫铃里面把能用的东西找出来吧。好。起来啦，我们去后面看看吧。来，走吧。